아니 밥을 보여 마지 그게 너무 괜찮게 그 아보카시라고 它是以农立国的，以前以农呢，现在慢慢变成了这个以工立国了，那么他们呢，就是大家有的时候看到这个人参，哎。 随便起来的，滴滴滴滴水，奇怪，怎么感冒了？流鼻血。然后掉下去，滴下去了，一看，哎，这不是鼻水，是什么？流鼻血。奇怪，怎么会这样子？然后这个鼻流，这个血呢，一直不停的，一直流，一直流，一直流。然后他就没事嘛，坐在家里没事，把它打开了以后，里面有说明书啊，有韩文的，有中文的，有英文的，有日文的，有四种的。 泡茶，是吧？用的是清香，是泡茶。把照着半两个，每天这样子喝，喝的怎样呢？他说他身上的老人斑呢没有，老人斑不见了，那树根呢？后来这个阿公呢，是个那个人参，他的斑，老人斑呢。 刚刚从正面看不到，我要躲到这旁边来。来，这里。
Tasa, kayı çare. Hey.那么将来，我们要去买房子了，我们要买房子了，或者是我要做生意的，我要干什么东西？茶，这个人参茶是六年的人参茶，跟一般外面卖的不能的。这个话讲来讲去很奇怪，那山东人的个性啊，很急啊，很暴躁啊，跟上海人喜欢这个耍钱的就打过去了。可是动脑筋的话呢？ 斗不过他们，山东人、韩国人一样，个性啊一样，很直啊，很直爽啊。高兴他好就是好，不好就是不好，不会去给人家拍马屁、啊。所以呢，这个山东人呢，讲话胡子跟食指呢，我们这样子看，他的胡子在这里啊，拉他的胡子拉三次，一、二、三，然后赶快看一看，胡子有没有掉，胡子掉了是假的。 胡子没有掉是真的。现在呢，我们在走这个汉北到江南呢，好，过这个桥呢就到江南。那么这个江南跟江北呢，可以沟通的桥梁呢，有22座。讲故事的，不知道回去试一试的。我们现在呢，大家过这座桥，好，在下面这层，北韩跟中国。